美梦时刻即将到来，匹诺浩尼给的是真慷慨啊！来看看 2.0 版本有多少星穹可以拿吧。首先卡池信息为上半黑天鹅和影月君，下半花火和警员，然后就是版本活动和星穹了。 2.0 版本我们能拿到这么多星穹哦，其中有重磅的两个签到送十连的活动，还有大版本活动哈努兄弟越狱记有2320星穹和这四个四星角色自选，以及小活动逐梦克时训、匹诺浩尼美食庆典和金梦电视台各500星穹，共计1500星穹，角色试用两期共计80星穹，花火同行任务及主线任务约有500星穹，地图探索预计可得1000星穹，日常有每日委托的2940星穹，魔女宇宙七期有1575星穹，混沌回忆和虚构叙事刷新三期，打满算2160星穹，以及版本更新补偿600星穹，2.1 版本前瞻300星穹和3月份商店刷新的5张专票和通票，零氪党可得12975星穹加25张专票，小月卡党可得17385星穹加25张专票，大月卡党可得18065星穹加29张专票，最后就是前瞻兑换码了，明天晚上12点过期，大家一定要记得去换哦。